今天是我们锦砖70周年，生日快乐！现在恭请校长替我们鸣锣，揭开我们今天典礼的序幕。专案型的编组，也就是我们各自有各自服勤的单位，到我们于民国100年开始，也增加了平日下午在新版特殊实习的时间。
代表初恋，恭请校长颁奖。再度借这个机会，感谢我们在座的师官老师、教官、学生，以及最重要的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些相关的来帮忙我们的工作人员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，锦砖70周年生日快乐，谢谢，谢谢校长。